你希望點處理啊？佢講啦，即係有啲近就睇唔到啊，遠就睇到啊。點解咧？因為咧近睇唔到咧，就係睇唔到發生嗰個事物嘅前延遲啊。咁遠之咧就係咧啊，嗰啲延遲咧，佢用呢個咧係歷史嚟睇嘅。咁你見到咧好清晰嘅，啊呢個咧就係觀察佢有冇呢個裂痕，佢兩個人之間啊。啊，氣咧，即係辣啦嚇，有大有細啦嚇。氣者辣又辣者間又間者成大區，即係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辣嘅，即係你紅啊，可以細到條睇唔到嘅，會頭髮絲咁細，好聰明好叻嘅，先感得到。但係咧呢啲咧嚟行嚟辣嘅已經睇到啦，譬如好似郭槿惠總統話同佢個韓國嘅國民嗰個裂痕多唔多啊？水火不相容嘅講法，跟住咧就處理方法啦，可以塞、強、息、力、得，係嘛？最緊要咧就係話塞幫手搞掂個問題，得咧就係懟到佢爛曬，跟住咧攞咗佢天下。依家咪國緊咪嗰啲對派啲咪呢度咯，反而得將條鏈切緊佢調查，哇誇大好多嘢係咪啊？希望做咩咧？講佢落台。我呢一黨上去，或者入邊有六七嘅人上去死，上呢個唔緊要，繼續，係嘛？跟住之後咧就聖人咧啊，恥之危也，聖人之恥啊。咁跟住咧就係話，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西微嘅，經起秋毫之末。但係咧，如果係聖人啊，即係咧係有學識、有智慧同埋有品行嘅人啊，都係就。keep 住佢睇到，然之後咧就係將佢細到咧，好似秋毫之末，即係同埋咧喺秋天，其實出邊啲毛咁細條啲毛咁細條嘅罅，就可以咧飛穿泰山之門啊！最勁嘅泰山啊，都可以咧係搞得掂嘅，即係有效果嘅。呢個咧就係底氣，即係識得咧係底氣之 quick 送出，即係有方法嚟做嘅，係好緊要啊！呢樣嘢繼續。好啦，我講完咗先啊。今次嚟講咧，就謀攻篇啊。我成日講咧呢幾句：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。其實攻城大家都耳熟能詳啊。即係話咧，打仗最好就唔打，但係打嘅話咧，就排第三嘅啫。一定要有謀略、謀劃啊。跟住咧，外交啊，呢個鬼公始終還家咯。跟住咧，先身去打仗，然之後咧，先要攻人嘅城牆堅固嘅。工程咧係不得已，即係冇辦法，都要做噶啦。呢個任務係要做噶。點解咧咁樣？跟住咧就呢一大扎嘢啦。啊，呢個大嘅盾牌，呢個四個轆嘅車啊，修路奔軍巨器啊，有做好多工程嘅器械啊，又爬雲梯啊，又咁啊，又咁啊，成啊咁樣。三月而成，跟住咧再要咧佢呢個咧就捉啲土城嘅工程嘅時候，諗啲土城咧可以咁搬嘅射落去先。又三個月，然之後咧，將軍咧有時咧運氣啊，下啲士兵死到啦，未完成之前咧，未有條件之前都去攻城，好危，好似啲危咁或者貧困，跟住咧實死㗎啦，爬到上去已經死曬喺㗎，係嘛？呢啲咧全部都係咧係即係攻城個弊端，然之後咧成功或者咁都攻唔到城喎，只攻只災也，即係好會靈會現地咧。好唯物辯證地話俾你聽，工程點解得意咧？就係咧賺，又要時間，又要嘥錢，又要準備好多嘢，跟住咧仲要死好多人，都有好可能咧係攻唔到嘅城嘅。咁你點解要工程咧？咁樣係嘛？好啦，跟住點咧？用乜嘢？關鍵兵唔飛箭啊！八年之前飛弓，鬼知個人飛狗油嗱，唔係講緊發計啊！即係話咧，你嘅勢就係啦。點解美國嘅第七艦隊啊，依家唔夠膽入台灣啊海峽啊？點解1950年啊九月份韓戰爆發，即係韓戰嘅時候咧，啊一爆發冇幾耐咧，佢即刻派第七艦隊落嚟台灣海峽，阻住中國解放軍咧去過台灣，因為當時中國咧只係得木船，大炮都唔多。
點解一唔加入嚟啊？預算啊，東風廿一 B， 東風廿六，兩個咧就叫黃虎殺手，啊！你嚟親嘅話咧，好怪我，有咁嘅能力，咁佢講嚟咯。除非佢係上工程嘅啫，係嘛？所以呢啲就屈人之兵，非戰也，幫者打嚟。佢有咁嘅，佢啲衛星電視衛星計算器睇到啊。中國喺西方地方有啲靶，好似港澳南嗰啲啊，啲靶，哇！打到一個窿喺度嘅，佢睇到㗎，知道中國有咩能力㗎，係咪啊？所以呢個不仁之城非公也，我可以攞到你嘅城，但我唔使攻你。偉人之國可以整爛你一國，而非狗也，唔將來嘅，係嘛？必以全爭於天下，啊！咁呢個咧就係話，即係咧整體嚟講，啊，係用呢三個可以全爭於天下，用呢手段啊。然之後咧，兵不代會咧用到掘曬。利可傳，所有嘅影響我，只謀攻之快難，打仗。嗱，呢個係中國做嘅嘢。而秦國咧，你睇到咧，秦惠文王咧，自從係將變法之後咧，佢佔咗位之後咧，其實秦國咧好難得。但係見佢咧，佢反而更加小心。自從打咗河西之戰之後啦，係咪啊？跟住咧，佢唔係幾主動出擊嘅，因為咧，佢深知道呢一大嘅。一路咧停留喺上邊層樓，呢個就同我哋中國依家咧係一模一樣。中國依家嚟講咧，自從改革開放之後，最後一場仗1979年清末戰爭未打過場，就係啦。但係我都係講緊兵器，明刀明槍嘅仗，經濟嘅仗，金融嘅仗。不戰而揾人戰兵嘅仗，一路打緊，佢黐個牆。因為咧，我哋唔想咧，我哋有佛教，有兵有城，而且有智慧。所以咧，我哋越鬥咧，都係鬥唔得過啊，越嚟越強大。呢個你睇到，從秦國當時嚟講，係有好從即係好多相同之處啊。OK， 咁啊，你睇睇呢一個啦，我哋跟住咧即刻睇。你睇到咧就係、是、今次嚟講咧，係講兩個國家，一個係秦惠文王，一個咧就係魏惠王死之後佢仔就公子治做魏王啦，係咪啊？叫魏襄王，兩者咧有分別，你就知道咧。一睇個掌舵嗰個，你就知道國家咧有幾多運行，就等於香港咁樣。一睇掌舵嗰個咧，你就知道香港咧未來呢五年咧。再睇埋佢嘅團隊，再睇埋佢嗰個重心出招，咁你就已經咧冇乜懸念噶啦，知道香港一定順行。